这次是用这个6800核显来玩一下《使命召唤19》的公测，模式为40人的清洗模式，干员自然是我们的精确射手子墨同学。游戏应该是1600×1000的低画质，这边显示成 720p 啊，其实应该是1600×1000。FSR 开的是质量档，瓦数大概我开的是32瓦，实际的运行瓦数在28瓦到29瓦左右。这个游戏来说是相当的吃这个 CPU 主频，不知道精准射手子墨同学用他的 Steam Deck 能不能跑起来。我这边玩下来基本上可以稳定40帧左右，最低也不会低于30帧，差不多是一个可以玩的及格线。最好还是上显卡坞啊，这个东西如果上核显的话，分辨率和帧数都不是特别理想。后面就是个正常试玩视频啊，我有小心思，我把所有的击杀视频集在了一起，我被人打死的视频我一个都没放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这个东西还是 Mac 2玩比较好，屏幕大一点，而且有键盘啊。使用的是野蛮优化系统，想下载的话看我主页也可以啊。想加群的话看这个 QQ 进行介绍，我们就期待下期再见。Back!